3月28日，风之少年男团出道发布会在京召开，被问到是否担忧与 TFBOYS 比较，团队老板 TFBOYS 音乐制作人刘佳表示，从来不怕比较，因为这个市场呢 TFBOYS 是唯一的，但是呢十二星宿男团是在凌驾于 TFBOYS 之上，是颠覆他的一个心理场。他表示，十二星宿男团中首发出道的风之少年男团将成为非常接地气、纯度高的偶像团体。目前，刘佳已计划收回由他创作的歌曲《青春修炼手册》的相关版权。大家知道，《青春修炼手册》是我写的 ，TFBOYS 唱的，但我现在拿回来，我是想是让我的风之少年，让我后面的十二星宿的团的艺人，然后来。据悉，偶像组合风之少年由管乐、于重建、刘淼林三人组成。该组合所属公司 CEO 刘佳表示，将于2017年陆续推出本系列十二星宿其他偶像组合。